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那今天为各位来介绍一份呢，这个有一位1800多岁的这个修炼人呢这个神仙呢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上的一些问题哈。这看起来是不容易让大家能理解的是1800多岁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里面还有谁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高人事实上有一些神仙在我们周边其实我们都是就是凡夫肉眼嘛看不到，若不是相当因缘呢他们也不会随便的现身哈。那这个都是事实上真实存在的事情。那这位神仙呢，其实也提到的重点，就是因为看到这部大法这么好哈，总是有些我们在修炼的人呢，不是呢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明白这个法的那个深度哈所以他就是苦口婆心的也算是冒得天胆来跟同修交流一下一些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篇文章呢跟各位好好来介绍一下哈。这个1800多岁神仙眼中的这个大瓦弟子，这个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讲了一些事哈。这时候本文仅供同修参考，以法为师是根本，别人证实法做好事我们也不拒绝，别人指出大法弟子的不足，咱们应处处对照，向内找，修正自己，并深挖不信师不信法的根源。创世主在转法轮中讲地上佛地上道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在深山老林里修炼，为什么现在没了呢？其实不是没了，是不叫常人知道，一点都没少。这些人都是有功能的，这些年不是这些人不在了，有些人这些人都在，现在世上还有几千，我们国家比较多一些，特别是那些名山大川都有，有些高山中也有，他用功能把洞都堵起来了，所以你看不见他的存在。他修炼比较缓慢，他的招儿比较笨，他抓不住修炼的中心，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位这样的神仙，不是在定中显现的，而是在常人中看到的。我悟到的是创世主借他的口来告诉大法弟子们做的不足，简单写出这段经历和大家交流，和大家一起以法为师，真正在法中精进。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人，外表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差点在眼前一闪而过时，创世主似乎给我天目显现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是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他并不是那个人转世来的，而是一直活到了现在1800多岁了。创世主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话中讲过，我接触中有的修了4000多年了，他为什么要修这么长时间呢？不是他们层次不够上去，上不去天，他们有的人已远远超出三界了，可是他上不去，是不允许他们上去，没有世界接受他们，他为什么能长出功来呢？这也是一层法理所决定的，
而那些世间小道又不同，有的是人为造成的，一开始就把住一门修，或许在道家，或许在佛家里面修，修来修去他觉得不错，别人找他，你来修这个吧，他又去学那个了，那样他的功就会搞砸了。本来上面有师父管的，上面师父一看已经这样了，就不要了，上面不收了，他就出不了三界了。他发现我看见了他的过去，就跟我说说话，当然我也不怕他，也不羡慕，也不好奇。他那一门的东西我知道梅华和大华相比，不过法门的法理我非常清晰，他也根本干扰不了我。也许正是这样，师父才能让我看到他。我本想跟他弘扬大法，一听才知道他已经看过师父讲法了。他问我是否信师信法，我当然坚信不疑。但是他问弘扬里净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你信到何种程度，我就卡壳了。又跟他交流一下现在到了弟子中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他说了他的看法，我处处对照大法，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加深了对大法的理解。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大意。他说凡人看不到大法的威力，只能达到100%的信思心法，不会出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挡不住。而出现问题的人都在信思信法上有不同层次的程度的问题，有的人表现得如何真信，那表面的精进和坚定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的心理和所为逃不过任何神的眼睛。事后我想到自己和同修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观过不去，也是表现得如何坚信坚定，来掩盖自己不向内找，不改变自己的实质。创世子书在精进中讲，我们做事情不是给人看，也不是给项目负责人看，也不是给佛学会的负责人看，对不对？你说你给师父看，师父主体也没在你跟前，给谁看？给众神看，师父的法身也在看，无量宇宙的众生在目不转睛的在盯着你们的一丝一念和你们的思想动态，给谁看？真实法中你们所做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都在宇宙的这段历史中记载着，每个大瓦弟子一点都不漏不下啊，不漏下。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忍心。这位啊，老道的这神仙呢，他说大瓦弟子们大部分修的真是很不错，但是在人中修太迷了。别管你修得多高，别管你最终成就多高，主体在常人中修，在人中最低处，所有做得不好的所为，所有不好的念头，都要招来麻烦。这些连三界内的神都能一览无遗，但是他们都不能直说言尾，似乎创世主更不能直说，就得靠你们悟。这些没有什么新鲜的，很多学员都能知道，关于似乎不能明说的法理，大法多次讲过。创世主似乎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学员们碰到许许多多具体问题，很多困难，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渐渐的明白了，摸索到了，知道怎么做了。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我根本就不说话，因为我要讲话考核就不算了，不算了会带来两个问题，就着势力会竭尽全力的破坏，认为这是学法，那将给我正法这件事情制造很大的麻烦，给整个宇宙制造很大的混乱，这是不能行的。所以他指出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不少人
常年不悟，光过不去，慢慢就不信师不信法了。有的人出了点功能，开始学法，浅白的大法弟子旁他，后来有特务专门奉承他，他分辨不清，就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没见过师父的本事，反而觉得自己比师父的肉身不低了。特务们还忽悠一帮浅白的老学员追随他，还会有些个别负责人也是被特务捧得很舒服啊，很舒坦，把特务当贴心人，慢慢也觉得大法讲的玄虚，师父能力有限，还以为自己看透了。如果在他那法门，这样弟子早被除名了。可是大法一再给他机会，越给他悟回来的机会，师父也不能说，他就越觉得自己强，越不信师不信法。我后来想到，有些同修一旦信师信法出了问题，学法真是学不进去，就得跟他彻底交流透了，真心认识到病根才行。创智子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师父会像人一样的表现，不会对谁像神一样，除非正法结束前。如果我现在像神一样，就破坏了你们修炼的环境，就破坏了你们修炼中要悟的这个谜，你们所做的，你们的修炼以后都不算了，就毁掉了这一切，众生也不能被救度。所以你们不要用人心去衡量法，不要用人的想法看师父。师父传的这部法能够使你们修炼，你们就在这部法中修炼，用这部法来对照，法是没有错的，法也有它表面上的人的文字，人的文字结构，但是绝不局限在这表面，层层层层有法的内涵。他说那些去世的大法弟子偷着吃止痛片的，偷着去看病的，以体检的名义去医院的，还有直接偷着去治病的，动手术的，住院的，大有人在。国内有，海外更严重，甚至包括一些负责人还不如新学员。新学员可以半信半疑，不要，只要信大疑，好好练功病就能好。老学员必须坚信不疑才能过关。可是疑心不弃，病的就拖延，恶性循环。他们甚至认为别人练功好，病是碰上了，本来不练功病也会治愈，这是典型的邪物。如果在他那法门啊，这样的弟子就彻底完了。可是大法一再慈悲他，他却越来越不悟，还自以为比别人高，自己悟透了，稍微好一点的不发于大法，但对自己没信心，觉得师父不管他，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当然大法对新学员没有那么高要求，创世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说我是新学员，或者是自己也不觉得太过精进，有病还是去了医院，那去就去，就算是修炼过程吧，以后修得更好时，渐渐就明白怎么做了。修炼总得有过程，总得给人机会，当然精进的就不用说了，觉得心里没有底的，你去了师父也不能说啥。他还说大法法理中有巨大的看不到边的功能和能量，很多大法弟子并不真信，那些出狱后身体被打伤残的，如果真信大法，真修真改变之心，都能很快好。可是很多人正念被打掉了，自己伤成那样，已经怀疑大法了。他们出来学法表现精进，也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在修炼当初，他们病得多重都能撑得练功，现在他们连坚持练功的心都没有了，并没有瘫痪能活动，可是就说自己难受，以各种借口不练功。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已经将信将疑了。这个瞒得过人，却瞒不过任何神的眼睛，对话又一丝怀疑都过不去生死大关，何况他们的怀疑绝不是那一点啊。对法悟性已经降为常人了，关没有过，长时间不悟就不能再延寿。如果能让他们明白正念能出来，精进如初，他绝对能康复。不是有不少瘫痪的大法弟子、垂危的大法弟子很快恢复了吗？对法不能有一丝怀疑才有神迹，做得好的真令人佩服。
我想到不少同修出狱后，很多同修像禅人一样照顾他们，却没有带他们真正抓紧学法练功，甚至迁就他们。他们自己也是真是不想练功，听法也走神。后来因伤病太厉害而去世，可能有这里的原因。还有的出狱的同修跟家人说他不信大法了，但是同修不知道，还集体发正念，结果他走了。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果当时能跟他们交流透，那可能挽回那一切。他说自己那一门没有法和大法相比，但是他凭100%的正信走过了三界的磨难，小法尚且如此，有的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不信大法有那么神奇，把自己挡在了法外。有时我更深入的理解《转法轮》中讲的，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天定的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的。当然他还谈了一些别的，更言都是大法弟子信思信法出了问题造成的，他也只能说说而已。我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奇，只是对照大法看到了自己和同修很多法理上的浅白和误区。我感到很多大法弟子在封闭自己，表现精进给别人看，遇到问题如果能不掩盖，如果敞开心扉，在同修的交流和法理上深入明白了，能少走很多弯路，减少很多的损失。以上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这是一位大法创世大法的修炼者呢，他的一个心得。我想在这里呢，借用这样的一篇文章来跟这个我们这些创树大法的修炼人呢，这大法弟子们交流一些事情哈。那这个是其实我想一般的常人我们一般外面的这些朋友呢也许在修炼界的朋友，其实也可以看到这里呢有所谓的真正的在这些修炼上呢这些不管佛道呢、神仙呢这边呢都是怎么样来看待的这个修炼的这件事情哈？对于这个得到这个宇宙根本大法的弟子来讲，这些神仙们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哈，就是他们看的比我们这些其实是怎样披着人皮在人中修炼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环境里面都是人嘛，人心嘛。那这要能够常住法中的去对这个大法呢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跟那个就是说这信思信法呢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呢，当然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其实我们借用这篇呢我们其实也是来我们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思法众生这个师父，这个创世主，还有这部宇宙根本大法，还有所谓的众生的事情那常常过去也常讲到的，就是那法到底是什么那创世主师父的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当然是师父讲出来的法那这个是这一次呢从我们这些微臣呢将这些东西方一眼中的这些大事呢整个展开的过程，其实大家会非常明白，这是宇宙的根本大法不是一般的气功宇宙根本大法在人间红传，这个是不得了的事。那就是像创世法弥勒佛成这样的佛成大法，其实是直接点出来，就是跟我们的来历有关系了。其实
讲到这里，就是说为什么跟各位介绍这个1800岁的这个修道人呢，啊，修炼人呢，啊，神仙呢，给我们大弟子讲的这些事呢，其实有些东西不见得他能完全讲透。这个讲透就是实际上的，我们要认识到说，啊，我到底是谁，我要去哪里，啊，我从哪里来，啊，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进入一个不退转的状态啊。什么叫不退转？我们在佛教界常常讲到这个一些啊佛讲话，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事实上很多听法这些啊菩萨呀、啊、这些弟子罗汉弟子俩，一些进入到不退转的地步哈、啊。啊，这不退转的哈、啊，这是像菩萨的第八地哈、啊，不退转的这种境界，已经算是很不错了，非常高的哈。啊，那这个不退转呢，为什么经我这么围成这样的啊，整个把这个我们呢到底是谁啊，为何来啊，要去哪里，整个打开来的时候，各位都能够进入不退转。哎，所以我们在讲了为什么讲了这些这颗红尘系列，这些所谓的世纪大预言的圣人出世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啊，这些啊展览讲座或出版这些书呢，啊，揭开红尘的这些书呢，啊，从万王之王到修炼杂志到异色九日哈，啊，这是这个整个上古神话这些描述，把我们的历史时空呢，我们的整个人类的被创造，三界被创造的文明史整个打开来了，啊，也把我们的来历啊，千国灵王万祖下界天机也打开来了。这些事实都不是我们个别讲的，哦，是这样，哦，是在整个流传在整个人间里面啊，一直流传下来，千年流传下来的预言中，古圣先贤预言中的流传中，啊，这个所谓创世主弥勒圣人的法会在人间传出哈。啊，连在西方的这些修炼者呢，他们呢修炼的方法虽然不一样，但是都也都这样也谈到了这个所谓万王之王哈，将来啊创世主弥赛亚基督哦要来哈，所以东西方其实都在等这样同样一个节者哈来传法。事实上，这个圣人已经开始在传法了。这个东西方预言都已经点到这个时空背景哈。所以在释迦牟尼有预言中呢，其实讲到弥勒圣人将下来传法，所以把他的弟子呢前面有交代，就是各位呢那些弟子呢统统要注视哈，在人间注视转世，吃了无尽苦，以便于得这个弥勒圣人传的法哈。其实这个弥勒圣人，其实这次能普度众生的这个弥勒圣人，为什么能从佛的国义修起，传出佛的国义修起的宇宙根本大法？其实他就是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觉者哈，就创世主。所以创世主他当年带着千佛灵环万属下界，这层层宇宙空间啊，不是一个啊三界里面这个空间啊，是超过人想象的。非常高的层次的宇宙空间哈，这个过去也都不能跟人类讲的，就是在创世主开始要传法前左右100年左右，这些陆续的古圣先贤开始呢讲破了这样的天机哈。那所以这个弥勒圣人就是创世主呢，他这一次的传法里面啊，他的特色是从佛的国语修起，这里牵扯到就是各位到底是谁，我是谁。那我想每个人都有认识到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整个啊整个三界被创造的谜几乎打开来的时候，那不得了。那你人间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呢？当然就是这一步的修炼，还有啊赶快去讲弘传大法救度众生的。所以我们这一篇呢啊，我们在介绍1800多岁神仙的这个对大法弟子啊警醒的这一篇话里面，短短没有几件事情呢，其实啊讲到信思信法，其实我想真正的背景因素他没有讲到哦。他虽然看到大法是非常高深的非常大的法哈，可是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点破了，点破一个迷窍的一点点。那实际上我们围城在整个一系列来跟大家解开的谜的里面，不输这个说1800岁这个老道呢，这个神仙呢啊，这个修炼人呢啊，这样典型的一句话。
啊，是足足有超过了。为什么？我们本身也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哈，维城本身呢，啊，就是在法中修炼的一个修炼人呢。那事实上，为了大家呢，为了整个修炼的同修呢，包含着常人，是社会上的我们这些好朋友们呢，包含全球性的好朋友，都能够能认识到这部法，宇宙根本大法已经在人间弘传的这件大事，而这样而成立的微尘。啊，所以在20多年的德华修炼过程中，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告诉世人，创世皇弥勒圣人已经在人间传法了这件事哈。当然，后面又打开了非常多的天机，随着在修炼德华的过程、证悟法的过程里面，这个创世主将宇宙的根本大法讲得非常透彻啊，光出版的书籍在海外的讲法也是从主要经典《创法轮》到现在哈，有45本的整个大法主要经典。当然，很多海外的讲法，包括很多的这个经文呢，其实还没有被印出来哈。那实际上，这足以这样。我们想常常介绍给一些新进的学员呢，你这个海外讲法一定要看，这你看的过程就是在打开你的宇宙空间哦，你的智慧，宇宙的智慧打开，做一个人呢、层层空间呢、把我们包裹在里面，这个是让一个人不迷，对这个空间不迷哈。都不大可能哈，所以在有法在打开的时候破迷啊，大法能够破迷啊，能坚定正念哈，能够这样啊，他能够识别正邪哈，能够打开很多的天机。那各位在看这些学员的修炼心得的证悟的过程里面，看到法的打开的天机里面，可以坚定你的信念，而且甚至自己的修炼的境界的整个打开哈。这个法中的智慧打开都是不可思议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主题哈，其实事实上我们主要讲到思、法、众生这三件事情，就是师父这件事情、宇宙根本大法这件事情跟所谓的众生哈。我们所有修炼人面对的是这个宇宙间的众生的得度，各自宇宙根本大法的普度这件事情啊。现在目前宇宙根本大法已经是创世主已经这个宇宙正法已经整个结束，现在进入到法正人间，所以法正人间更多的天机也要打开，同时所有人类的层次境界，因为这个变化整个人类的迷的非常非常严之下，创世主整个把整个三界往上提升了拉的过程里面，人的整个智慧也会逐渐的打开都会整个打开。其实加上我们自己体悟了，其实各位可以进入一个所谓的为什么要得这个佛乘大法，就是各位从佛的果位修起这部法呢，就是因为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各位的来历，各位为了宇宙天体的成住幻灭，为挽救这件事情而层层下走，随着创制一路层层下走，在人间转世了千万年以上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在人中每次转世把记忆都锁起来，所以各位一路过来总是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人，整个环境也是一直在告诉你就是一个人。事实上第一件事情，在得了这部法要破了第一个相，破这个相就是你根本不是人不是这样普普通的人。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佛经一直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染觉性这个所谓的应无所住生起心，类似这样禅宗也在谈这个类似这个佛性啦事实上在大法中呢，这一句话就点破了，其实原来你就是高层之下来截止，那很简单，你只是锁起来表面这个物质空间的身体把你锁起来，事实上你活的神的那一面还是存在所以元神不死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一些外来生命看到人体之精密，人体跟宇宙整个空间既然贯通了，他们非常的惊讶。那事实上只是我们肉眼这个每个人呢在这人间中修炼都是锁着啦，就是眼睛这边分子做的这层眼睛也不让你开着修不是非常特殊因缘的不让随便开着修，所以几乎大家都在迷中修，在迷中修凭的是什么？凭对大法的正信，
就是必须要请悟。那悟怎么办呢？一个人如何悟呢？他一生出来到现在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宇宙根本大法的这些修炼者、哦、最多看来看这些神仙封神榜啦，这些神仙故事而已啊，真正的修炼的境界层次真的看不到，所以必须多去听听同修这真正的实证上修炼上悟上来的同修的交流，你在真正的去交流去听到这些东西都能够帮助自己对大法的正信，所以不能轻视的去跟同修交流，去听要多听多看，然后网络上正进网也有很多修炼的心得证悟的心得，你可要多多的去了解，不能不能泡在这个你的学法点上老是往这样往低层次上修，当这个学法点不敢讲得太高的时候他就完蛋了，因为被界定到一个很不好的位阶上。修炼人啊，我们都是披着人皮啊，一个披着人皮的人还有七情六欲的人今天能讲多高啊，啊世上宇宙真正的法理，这个披着人皮的人你永远证悟你可以觉得很高，世上很多天机各位还是不可能由人的嘴里讲出来，所以同修要珍惜同修之间能够呢多听听同修的证悟，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机缘、啊、当你这个学佛点上开始没有人敢讲出他更高的证悟的时候，对师父对法的证悟的时候，那个学佛点就完了哈，那整个原地踏步的时候你所想要修上来就是有点困难、哦、有点困难。那我们就提到这个第二个主题，这个师法众生里面讲到这是法的重要，当然最根源就是师了，师父的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创智传这部法的时候啊，我现在虽然是跟所谓大法同修交流，其实我想我们一般未来的修炼人接下来来得法的这些好朋友们呢也会听到这些故事，那这个师父呢是非常重要，这是创世主呢他一路下来的时候带着大家下来，所以传这部法的各位在得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头顶上永远记住你的直接的就是这个师父在保护你，直接师父来这样把这个法传给你、哦、所以记住非常要清醒的记住就是你就是一个有师父保护的人在管的人，不管你自己证悟到多高，记住你还不能忘了你是有师父，师父传的法佑你才能够改变才能突破所有东西，整个人类我告诉你，人类如果没有创世主为大家承担做补赎跟赎了大家的状况，很多人还在地狱里面，很多人不可能这样打开啊，有时间有机会有人体打开你的所谓的智慧哈、啊。那打开智慧的时候要小心不能被自己啊的境界啊给这样挡住了，千万要记住你不管你修了多高你要记住你是有师父的，你都要来去介绍宇宙根本大法，所以不管怎样你一路走过来，我看到有些人修得已经非常高了，自己的见悟的过程来去三界好几次了，可是要小心啊，如果你这一次呢整个证悟高高大不可思议了，到最后你是自以为就是你了，你证悟到宇宙多高的法了，你不愿意谈到所谓的你曾经有过失误的话，那你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你竟然非常的自私的自己处于在沉住外面宇宙的法理中修炼，而不知道宇宙更新的大法的更新，传了这部法创世主传了这部法，这个师父传这部法的重要的地方开启你的智慧，结果修到后面却忘记了师父这件事情，那你将前功尽弃，不管你证悟多高，混在佛教里面，不管你的理论多么漂亮，你多有能言善道，你讲出多少佛教界的理论通通没有用处，一笔勾销，你将沦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常人，而且宇宙的成住幻灭的时候你整个还会被毁掉。很多的人因为自己修的证悟的非常高，到最后毁掉就是因为已经不相信师父了。生命的根源其实创入这次传法，你想想看，当一个生命不相信他
他得了一部法来打开智慧，他不知道他生命的本源，不相信他的生命的来源的时候，这个生命在宇宙间将如何自处，不要讲说宇宙层次幻灭将为整个毁掉的过程，更新过程过去的层次幻灭为师为我的生命，不管多高的神都不能存在了，该销毁都销毁了，剩下整个现在留存在人间中的天上下来的千佛灵王万祖下界的生命，但是都在迷中修，多高多高也是在迷中修，所以要记住了，各位要记住，这头顶上你就要顶住师父，你头顶你的直接的，你真正对你负责就是师父，而且你得的是这部宇宙根本大法，所以你如果不能去证实你得的是这部宇宙根本大法，你的师父就是创世主，你的师父这次在人间一言中就是以弥勒之佛尘在人间传话，当你不能证实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对信思心法是会出有问题的，所以啊，看到很多同修，很多的修炼人，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不管修炼点上也好，很多人类的问题，很多的根源就出在这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前面的否认就是安排，我只接受李弘智师父安排，我只接受创世主李弘智师父的安排。这个对于所有修炼人都是第一件事，是相信师父安排的一件事。那密宗里面也是像哦，师父是摆在第一的事哦，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师父创世主为什么让大家看弥勒日八传？弥勒日八观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思信法。所以提到马尔巴呢，他告诫这个密日巴，他之所以他的所谓的父子序这方面呢断掉了，就是因为他还讲他哈尔巴这个密日巴的上司非常非常严肃的跟这个密日巴讲到，就是因为他看到要去山洞见师父的时候，结果是这样。他看到师父现出一个坛城出来，非常另外空间漂亮的坛城。他呢，在看到师父的时候，看到坛城的时候，他先顶礼了什么？顶礼了坛城。先顶礼了坛城，当下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的后面的你的法的传承将会断灭。”你的自己的传给自己儿子的这个，在他密宗他们也有这样的传承，将会断灭。结果他儿子就死掉了，后来他的儿子也没办法，就是传法，就断灭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其实讲到师父的重要呢，所有人类到现在也是这样，不管你得法又后来你修出多高的层次，你要记住，你头顶上永远是你的师父。你会看到观音菩萨，他其实他头额顶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他的师父啊，一个佛的像啊，就是他是一个菩萨，他在为佛做事的事情。虽然普度众生，但他没有自己世界。记得菩萨没有自己世界，罗汉也没有自己世界，那都是要到佛的世界去，都是要在佛的世界。那这是不一样，这是所修的佛尘大法，创世传的佛尘大法。这次呢，从佛的国义修起，所以各位一进入这个大法中修炼，其实是已经开始这样演化出你自己的佛体来了，重新更新宇宙的真正的宇宙的天体的佛体，就在自己的整个空间场更深一点的空间场才演化了。所以这个人体看起来是一个分子组成，表面的分子组成，其实它有层层空间，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神以上形象造人，不只是分子这一层，其实上还有更深的内涵在里面，这还是都不能给一般的人能够看得懂能理解的，这个天机很多神的都不能知道的，就是在创制传播这部法的时候，这个天机才能够完全打开。这个为什么要完全打开？就是已经在弘传大法，创制在人间开始在弘传大法，同时在宇宙正法，在更新宇宙，同时弘传这位法，所以这是同步的一个动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师法众生呢，师父呢，法还有众生呢，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师父，接下来就是法。那法
这个法就是创世主师父所传的法。那这法是什么法？其实就是创世主啊，他的智慧啊。这个法呢，就是创世主智慧，其实他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啊根本。所以大家在看法的时候，各位记住啊，创造宇宙啊，创造宇宙哈、啊，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法能在这个抉择一念之间呢，就打开了啊，就创造了一些宇宙哈、啊，啊，整个宇宙的整个创造的过程就在啊，所以一般佛经也讲到佛的一念之间创造宇宙哈、啊，是很高的神，真的，一念之间能创造庞大的宇宙啊，庞大的一念的无量的众生众神也因应而产生哈、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讲不可思议呢？在人来讲都是不容易想象的。本来过去在更高如来以上的法是不准让人类知道的，何况这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法呢？这次创世主真正的在人间弘传这部法的时候，很多人一看不得了，光是看法的时候身体就变化了。为什么？抉择的一念，抉择的一句话，就是改变宇宙的事实，这是宇宙的真实展现。各位看起来不过是就像听了一句话，看得白纸黑字，但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这是觉得的一念，觉得的一个法。那它传的过程里面，每一个法变成文字的时候，不管这个觉得所讲的一句话，才在另外空间，就是展现出真正的宇宙层次。所以宇宙层次，整个创入在讲法的过程里，是层层空间的宇宙的层层空间的师父的公身在讲法，庞大无比到不可思议，遥远看不到的庞大的天际，无量的众神在听法。所以各位知道为什么整个壮火人整个师父讲法的 经典里面，这个每一个字背后有层层层层的佛道神，在文字上是这样，在讲法的现场里面是层层宇宙空间的身体啊，无量的众神，层层层层的无量众神在听法。所以在人间呢，迷中修呢是修得非常快，速度非常快，但是最重要就是各位要多听听这大法弟子正悟的大法弟子的交流，否则各位是看不到，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轮廓。甚至这个整个一言中里面，创世主趁着弥勒之佛尘大法，整个中西方的宗教都已经预言到创世主来的大事，那各位为什么不敢去讲呢？甚至创世主整个十多年来利用这个艺术表演，整个在打开所有生命的谜啊，随着创世主一路下走的天机，把所有生命呢隐藏封尘在生命的非常久远的记忆被打开。在现场也许每个人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呢，事实上整个在打开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在唤醒了这些生命了，而且给予这些生命非常非常大的东西啊，包含受记，就是唤醒这些生命的远古的誓约，同时唤醒这些生命，不要忘了，你就是来得这部宇宙根本大法。所以表面看起来的漂漂亮亮、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艺术的经典的表演中，含有这个创世主非常深的内涵呢、啊，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苦心在其中啊。所以我们在谈到司法众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法对法的理解呢，还是一个需要非常全面性的理解哈。好，所以过去宗教间不管这是禅宗、顿悟道啦，这个所谓的啊，这个什么应无何处而生其心也好，或是说本来无意何处惹尘埃，其实在我们大法的这个证悟者的修炼的这个境界上，一下就可以点破了。点破这些所谓的过去佛教的经典中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他们修的是罗汉法，最多是菩萨法，所以并不能修所谓的如来以上的高层次法。所以在如来以上的高层次法往下看的这些法呢，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好，所以宇宙不空啊，所以呢，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这个无一物在这里边呢，其实宇宙是不空的。
宇宙一切的东西啊，层层空间的、啊、你现在看不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灵体，都是高层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才有所谓的舍利佛，他质疑释迦牟尼佛啊，说：“哎呀，师父，这个是在当菩萨的时候啊，修炼上啊，心不清净，为什么？怎么我这个释迦牟尼佛啦，我这个师父的世界是这个五浊恶世呢？”哦，是怎么这样的娑婆世界的五浊事？当然，释迦牟尼佛一看就听到，心里哎，他看到这个舍利佛的心里这样想的时候，释迦牟尼当然就知道了，就告诉这些这个舍利佛，同时告诉这些其他的罗汉弟子的跟菩萨，是因为众生有罪啊，这个业力啊。挡住了眼睛呢啊，就是被挡住了，看不到佛国啊，佛国净土的这个庄严。所以呢，他的大拇指脚地啊，脚趾讲点地，啪，瞬间这个整个空间庄严不可思议的现出来了，哇，不可思议的佛国境界，而且每个罗汉弟子马上就坐在非常庄严殊胜的莲花宝座上。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啊，整个生命都做这样，像直接看到，这时候不可思议了。当然，这释迦牟尼佛只能示现这么一次哈、啊，来点破这些所谓的弟子的疑惑。那大乘佛法在这样的一个突破呢，是不可思议，尤其在《维摩诘经》这里面，一个居士呢又能够大显神通哈、啊。展开了很大的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小乘在印度这边一直发展到大乘的时候，其实又没有留在印度是有原因的。其实因为整个中国这边将要弘传大法，宇宙根本大法，所以呢，他这个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大乘佛法能够弘扬到不可思议。那每个人都打了这样的基础，又准备迎接的是佛成大法。所以历史上的安排其实都是诸佛哈、啊、用心良苦的安排，世上整个整体上都是创世主有意的整个精心的安排。这精心安排包含救世主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哈、啊，这个层次差距太大了。开天辟地，书创世主有讲过，他不在这个宇宙之中哦，所以他能看到宇宙成住坏灭哈，这个庞大天体，不可思议的大大不可思议的这个天体，在成住坏灭中要炸毁掉了，无量的众神，无量世界众生，天体的世界，无量无量数不尽的这个世界的生命，叫毁掉。非常慈悲的一念救度，全部层层下走。啊、他在一念救度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把这个宇宙做完了，但是在穿越层层宇宙空间中、啊、不同的时间空间，就是漫长的时间中，也层层的随着那不同的时间、啊、穿越不同的时间，所以他每到一层的时空里面，就是呼应那一层的所有伟大的所有的神，随愿意随我下至正王，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我们在上次唱片呢、啊，啊我们围城有声揭开封城系列呢，第一、第二呢，讲到这个啊，一个证悟很高的这个修炼人呢，他从很早期的啊几个他们世界的天的神呢。哦、这些、法王呢随着创主下走到大光明世界、哦、又碰到了法王子一路下走的过程、啊、几乎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样的背景因素在讲解大家的时候，各位就非常的清楚自己的来历，我到底是谁，只是不能让你知道你真正的天上的名号、哦、那个是天机中的天机，密中的密，都不能让大家知道。事实上各位神这边一打开，其实分子这一层一解开的时候，你当然什么都知道了。你的宇宙天体，宇宙庞大的天体世界，你的无量的众生眷属众神就在你面前现出。你早就现瞬间就在他们的面前现出。而你对他们了若指掌，清清楚楚。只是你在人中、哦、现在是整个被锁着。
密宗修，当然也可以因为密宗修可以修的速度非常快而非常高，所以要更珍惜的在密宗修的时候多多的去讲，多多去听听这些不同的这个修炼者的证悟，这些同修的证悟，还有在法上当然所要的是殊的法，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所有弟子的证悟也都是从法中证悟来的，你各位要看要多好听哦，不要让你的邪化点变成一个往下修，不敢讲太高往下修去了，其实这个是严重，甚至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去排斥同修啊。同时这个师父一直在叮咛大家，就是同修的正实法你都根本不用去问同修了，每个人正实法去打开这个天机啊，这是师父都创世主都肯定的，你们根本不用再问了。当然我们知道法会上还有人在提条子啊，问师父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其实很简单，是师父慈悲啦在解答，可是有很多事情创世都已经讲了，都不能讲了，讲得明白讲得太明了，那你没得修了，所以有些同修就被这样被那些表面的法理给误到了，就是这样去误导了，其实很多事情是不能讲的，当不能讲了这个有时候你硬要提问要问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应该你应该去证实吧，就像创世主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封传创世主，其实这件事情你当你看到大法弟子在宇宙在这个空间里面开始在展现出所谓的古圣先者的预言中的这个的创世主要弥勒圣人这所有的天机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去学呢？为什么还要问师父呢？问师父是不是要给师父给你保票，你才愿意做的？其实这种还在依赖的师父，其实我是说过了，整个我们讲过这个所有的，还要在法会上问创世主任的问题，问师父的问题，其实是都是新鲜。那各位可不要在你修法点上也好，你看了法会的里面，你要分清楚。一些新鲜的问这些什么事，一个没有担当都不知道证实宇宙根本大法，你站出来挺出来豁出来，多少的机会多少时间，创世主苦心的一直在讲，你们要赶快站出来，你不站出来告诉你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你一直还停留在那个很低的层次上，那你怎么办？那修好点怎么办？甚至一排斥同修的证实法的时候，在宇宙三界的法理里面，你排斥的谁，那个谁他在做的事你根本就不能做了。那这位同学在整个在红传这个所谓预言中的所谓的古圣先预言中的所谓创世大法弥勒佛成的事怎么办？你一个不小心的所谓的不明是非就理的时候，听着人家讲然后随着跟着一起去排斥的时候，那你根本就把自己这个正式化的路给挡堵住了嘛，众神就不允许你再去这样去红传那位你 被你挡住的这位修炼人所红传的那部分 的正悟的理 的正式化，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创世也曾经讲过一直叮咛的我们心胸要打开，不要排斥自己同修或者自己修炼的路或被堵上，修炼的路堵上的时候，你说还怎么修啊？其实很多的三界的理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心量要非常大的打开。甚至创世主曾经讲过修炼人啊，救人啊，没有选择。救人没有选择的时候，这次法理它当然是举一反三，它可以涵盖的非常大，主要就是在一直在这样让这个修炼中的这些大法弟子呢，心量要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啊！对待同修一样同样是对所有同修跟所有世人，这个是要一视同仁的去打开哦，去打开，去想办法去这样去唤醒这些世人，我们一般的朋友呢，让他知道创世主以来
哦，这个天机不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创作以来啊，世人都在把它等待，天地万物因它而存在。这背后的天机创作在很多的讲法中的诗的经文中，在诗里面短短的一首诗一首歌里面，却点进了所有天机。啊，各位要懂得去分析，那这首诗为什么点破天机？里面要把创世主来的事情，千佛灵王万主下界这些所有朋友的来历也要讲清楚，宇宙沉住外面的事情要打开，创世主在红传这部法的事情也打开，为何当人，我到底是谁，整个三界的谜通通打开的时候，其实你讲话，你不是讲话，就说你的这种说证实话才到位。所以这个我们在救众生，我们在讲真相，所以三件事情啊，学法啊，发正念啊，讲真相，其实讲起来三件事大家讲起来很简单，当我明白这三件事的时候，其实跟同修交流那才是非常严重的大事啊。各位真的太小看那个三件事，学好法，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学好法，能够学好法，这个人已经跳出来证实大法了。什么叫正式大法？正式宇宙根本大法，他得的就是宇宙根本大法，创世主红传的宇宙根本大法。他跳出来能做的事情，不可思议的随意而用，什么样的正式法的方式，什么样的万法里面呢，都能够归到这个不大法里面。人间的所有大小事情都能归到这个法里面，叫万法归一啊。各位可能不知道，各个宗教，各个佛教界、道教界，包含西方宗教，走到最后，不管任何东西拿到，几乎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宇宙根本大法。各位，以各位的智慧，如果你是一个证悟大法的人，你都可以把这任何一件事情，我说为什么买一个葱油饼，甚至就把大法打开来了。这个卖葱油饼的，就在煎一个葱油饼的过程。你这么一个聊天的过程，他都这样想要去看这部《转法轮》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可能坐一个计程车，可不过是跟这个计程司机讲到所谓的马习会啊，或是黄河水清啊，真龙出，哎，预言中的什么事情发生了？哎，这个就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呢。突然之间，哎，他有心里动了，就要想要去知道这部法，为什么？其实这是正式化的一个因缘，最后人类一定会进入万法归一啊，万教归宗的事情啊，这个已经看到了，正法必成，这个是一切生命都逃不掉的。那现在法正人间，接下来就是要面对无量的众生，对无量众生来讲，你用什么去跟这些生命讲？人家的层次那么高，在社会地位那么高，还有有的来历也是非常相当高的，那你如何用一个气功能去解开这些谜呢？要让那些人相信呢，当然不容易啊，怎么可能呢？你可以变成一个说啊，人家因为慈悲你哈，然后给你一个签名，给你一个安慰。事实上，你要能够真正的撞醒他的，就是你要把宇宙根本大法打开啊，对宗教界的打开的真相也是如此。表面看起来不是展现动，其实上事实上法中的智慧经由嘴巴讲出来，这是创世主亲自授记的啊，里面用大法的智慧由你的嘴巴亲自讲出来，这时候讲出来已经事实上已经接近于所谓的法了。所以注释正法，注释正法能让世人都知道宇宙根本大法的存在，创世主以来已经传了宇宙根本大法，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众生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从天上下来的事业。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天上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位天上下来这个所谓的高人呢，他的证悟里面，甚至一路下来所谓的过程里面，一直到密宗修了多少次的大圆满法啊，得道高僧，这样一路过来，一路过来啊。事实上整个要打开的就是这部法的整个殊胜，各位的整个来历的殊胜，各位到底是谁的这样的殊胜，不是讲到他的伟大，而是讲到我们面对的所有这些无量的众生，这世人啊，很多都是高层次下来得法的。所以各位在听到我们在跟各位讲，不管你是大法弟子还是一般我们现在还没有得法的朋友们，
讲的就是为大家讲了这些啊有声书系列、揭开红尘系列的世纪大业的系列的，几乎都是为了大家。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主题，所谓司法众生是护法大法跟众生的关系啊。身为一个大法中的修炼人，一定要记住这三件事：司法众生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这个是啊，是完全是以这佛乘大法、宇宙的根本创世大法、佛乘大法哈、啊，在人间传出里面，我们个人呢，身为大法弟子啊，也是心里像那位神仙1800多岁神仙一样，叮咛中呢，希望大家对思对法有一个深刻理解，还不要忘记了自己对一切众生、一切世人、这些还没得法的世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哈，那能完成我们大家的事业，那就必须在这样的领域里面，在思、在思、在师父的师、在法、大法的法、在众生、世人众生的这上面呢，有一个正确的正念哈、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走出来、活出来啊、哦，这是已经对修炼来最后一次了，那对所有的这世人众生们，其实也是最后一次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机缘，希望大家能够把握，真的把握。不要再计较过去的所有得失，所有起起落落，所有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生无时空，掌天罡，很多生无时空的奥秘，你证悟到这部的明白的时候，这部法的内涵的时候，你很容易明白师父曾经讲过了，创世神讲过了，每一个法的它的用意，它在历练、训练出真正的法中的证悟的大觉者。哦、所以很多事情你在明白，在非常明白，在信思信法达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真的会明白师父所讲的每一部小小的经典上、小小的诗的上面，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大法的内涵，同时在证悟的所有弟子的更高的层次、哦、让大家上来到更高层次。如果大家不想上来，一直在被原地踏走，创世主也整个会把大家整体拉上来、哦、所以三界被整个往上拉的时候，各位其实已经到一个层次，整个常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补处成佛的状态，当然就是还没得法的，得法的前路进入补处成佛，那所谓的都在内院，内院跟外院，外面就是世人这边还有很多人还没得法、哦、但是整个全部要得法，这是创世主的命定里面一定要打开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华正人间的这个开头的这时间呢，的今年整个一路呢，有声书系列一直到现在所要跟各位讲到的主题，就是师父法众生啊，就是我们要珍惜这次整个的修炼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一次最后华正人间里面真正的住持正法，在其中住持正法建立起自己最大的威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借用这个1800多岁的神仙啊对弟子的一个叮咛的一些话语中，我们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这样把创世主在人间传法的天机、正实法的内涵再次的向全球人类打开。所以希望各位呢能够啊不嫌弃的呢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些频道，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做的图片也好，这些书也好，赶快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哦，这些都是啊，其实我连我自己讲过了以后，这些东西我都还会一直在听，为什么？我也听到里面这个内涵的完整性，这个整个正实法解天机的完整性。那我们今天呢啊，今天大致都啊就讲到这里。好，事实上啊，我们会陆续的讲下去，一直到整个正法结束，整个华正人间完完全全的结束。这是我们对创世主、对师父创世主这个事业，也是对无量众生、无量众生我们互相之间的事业，就是就像寻找流落世间网的这样一个内涵。事实上，我们在各位的面前展开出，啊，作为创。
之主以来的天机，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事业，希望大家能把这信息全面的打开，更希望大家的来参与啊，不要再去看过去的偏见，听那些过去的偏见，那些挡住我们自己修炼的路、正实法的路，这些事情全部把它啊打掉啊！对眼前的所有这些世人、所有众生，只有一次救人没有选择。现在需要普度，需要所有人站出来助施正法，这是法正人间大家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任务啊！也是创世主再一次给大家的一个机会，这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去好好告诉其他同修、其他的修炼人的。当然新进来的朋友们，还有还没得法、还没进来的朋友们，你听到我们在跟各位介绍这些啊，对师父、对法、宇宙根本大法、对无量众生的这种所谓的救度、普度跟期待，我们的正念里面，希望大家也能够进来得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啊！不要再说以前的气功的概念啊，这个是对说人，对所有一切众生啊，都是在进入一个普度时期的宇宙根本大法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Show me.